听说有新委托需要我们出马啦。没错，这里现在有一项委托人指明的工作要交给你们。指明？听起来还有点紧张，是和什么有关的工作呀？请放心吧，这次的工作并不危险。二位或许已经有所耳闻，近期道期将举办一场名为“光华荣彩祭”的盛大祭典。 好耶，是祭典。说起来，我们之前还没在道奇参加过节日呢。此次祭典由摄奉行与八重神子大人筹备，请求二位进行协助的，正是八重大人。嘿嘿，神子的脑袋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主意，办祭典一定会很有意思的。我们不如这就去明神大社找他，看看他到底想给我们什么任务吧。二位不必跑那么远。 八重大人现在就在花见坂的八重堂，他之前交代过，让我请你们到那里与他会合。原来他就在附近，那我们走吧。哎。 荒古黑田，你们那边情况如何？报告八重大人，八重堂的书籍与个人委托印刷物昨天下午已经全部装订完毕发出了。嗯，不错。村田呢？天顶屋与远航之风发来了联络，转生成为雷电将军，然后天下无敌，与拜托了我的狐仙公司的相关物料都已经就位。很好，小野寺。 小野寺，在，我在。报告八重大人，新刊发售会的准备一切正常。小野寺，这次发售会的企划是你提出的，换言之，你就是我们的大将，你可要拿出点自信来啊！放心吧，这个企划一定能大获成功，我可是非常看好他的。 这两天我特批你假期，你就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毕竟发售会当天可有你忙的。啊，八重大人，非常感谢。好了，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？时间紧急，立刻行动起来。解散。 你们好呀，小家伙们，看样子是已经接到我的委托了。好你个神子，都要举办祭典了，你也不回明神大社，竟然还有功夫在这折腾你的轻小说事业。你找我们来，该不会是想把筹备祭典的事扔给我们代劳吧？哼，这种委托我是不会接的。哎呀呀，我真是好伤心啊！ 明明人家就正在为祭典的事操劳，却被你们当成了不务正业。小家伙们，是谁告诉你们，祭典就一定会和明神大社有关呢？咦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毕竟这里可是道期啊。虽说这话是没错，不过现在解除锁国令的道期，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渴望一成不变的国度了。 所以，比起循规蹈矩的传统祭典，这次我与摄风行决定另辟蹊径，打造一场既有道气风格又与众不同的国际化文化盛会。<笑>这件事就要从荣采祭的来历说起了。传说在古代道期，曾经活跃着五位能歌善赋的诗人，世人称他们为五歌仙。每年。 五歌仙都会派出其中一位，将五人所作的诗集呈给将军品鉴，此事一时传为雅谈。托他们的福，道期的文化也在当时极为繁荣。后来，人们以他们为原型，创作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五歌仙故事，还发展出了荣采祭
感谢创作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。果然是个文化气息浓郁的节日呢。用古话讲就是风雅吧。只可惜随着时间流逝，五歌仙语这一祭典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所以这次我决心重振融彩祭，举办一场以轻小说创作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展。等一下，轻小说？不要露出这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啊。在古代，诗歌也是一种流行的载体，只不过在今天，这种流行变成了轻小说而已。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创作本身。如果一味盯着过去，拘泥于固定的形式或内容，可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说起来，你不觉得关注当下这个内核也很符合现在的道期吗？而且还能借此机会让提瓦特通过轻小说重新认识道期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哇，好险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就要被绳子绕进去了。哼，绳子，你可骗不了我们，凭我们对你的了解，这绝对是你基于个人趣味做出的决定。我从不否认自己的爱好，不过无论小说还是祭典，以新颖的概念抓人眼球都是必须的。怎么样，你们就不好奇在融彩祭上能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好奇，老实说非常好奇。走，你们这就跟我到离岛的会场去看看吧，保证能让人耳目一新。而且在那边还有专人要讲解这次的任务呢。在融彩祭期间，远国监寺周围将会承担轻小说的主展区功能，届时不仅有大量官方与同人作品参展，还有限定赠品、抽奖、新刊发售会等丰富的活动。万国商会前的这个小广场祭典期间会被称作五歌仙广场，附近的店铺将贩售与轻小说联动的特别商品，请一定不要错过。哇，该怎么说呢，虽然和普通的祭典感觉不太一样，但感到了另一种层面的厉害。咦，神子，广场中心这些空白的板子是什么呀？这些呀。八重大人此前说会有可靠的帮手前来协助，果然是指你们。旅行者派蒙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你们最近可好？是林人，这次的融彩祭连你这个大忙人也亲自出马了呀。筹备祭典是摄奉行分内之事，融彩祭又倾注了八重大人的心血，我也自当亲力亲为。林人，大家都是熟人了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们刚好说到这里的展板，他们跟小家伙们的任务也有些关系，你就来仔细讲讲吧。你们两个应该已经知道融彩祭来源于五歌仙，这五块展板正是为了绘制他们的画像设置的。此次融彩祭不仅是道期解除锁国令后的第一次大型祭典，并且还与文化艺术相关，因此摄奉行出面邀请了数位他国的文化名人前来，比如应邀绘制这几幅画像的就是一位从蒙德远道而来的画家，各位嘉宾在到期的食宿，摄奉行会帮忙安排，但客人远道异乡，难免会不习惯。这时候，如果能有一位既熟悉到期，又了解提瓦特其他国家的人作为接引向导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正是，
我们希望二位能从港口接引嘉宾们到万国商会下榻，并提供适当的帮助。哦，这份到港时刻表上写明了嘉宾们乘坐船只的详细信息，只要按照上面的时间到港口便可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要和编辑们开会，就先走一步了。祭典期间，八重堂的编辑大多都会待在远国监司附近，你们如果有事就过去找他们吧。二位，这次祭典需三奉行通力合作，有许多琐事需要处理，我也先失陪了。接引嘉宾一事就拜托你们了。林岩给我们的时刻表上有船只的详细信息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然后就根据上面的时间去接人吧。征集活动正在进行。按照到港时刻表上的信息，今天会有一艘船从蒙德来，负责画五哥线的画家也应该在这艘船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这就去港口吧。是从蒙德来到期参加融采季的吧？我们是融采季的向导，来接你们去岛上。是的，我们都是从蒙德来的吟游诗人。听说到期最近变化很大，希望这次我们能在这里找到诗歌的灵感。这些客人不是吟游诗人吗？我当然是在找卖唱的啦。奇怪了，卖唱的在蒙德应该还是挺有名的吧？怎么会没收到邀请呢？咦，为什么？哦，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懂了。虽然温迪已经不再是蒙德的管理者了，可毕竟还是神呀。如果听说有祭典就兴冲冲地跑到道气来，不说孩子气吧，也总觉得有点没面子。荣誉骑士哥哥，小派蒙。是可莉，你也被邀请来参加融采季了吗？不是的，受到邀请的其实是阿贝多哥哥。不过因为最近骑士团的大家都很忙，阿贝多哥哥就让这里的人给可莉提供了家属通行证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好啊。听说到期要办融采季，我就猜会不会遇到你们。应邀来画五哥线画像的果然就是阿贝多呀。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画的事。不过我在道期使用的是白垩这个笔名。对了，你们知道万国商会在哪儿吗？我等会儿要和八重堂的编辑长在那里见面。万国商会就是你们在离岛住宿的地方，看来目的地相同呢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可莉从来没见过。
过的东西。可莉，慢点跑，不要撞到其他人了。哎，真不知道我是不是不该在路上给可莉讲那么多道漆的故事了。结果她不仅一路上都没怎么睡觉，现在到了地方也还是精神的不行。奇怪，平山编辑长好像还没来的样子，他明明说会比我早到一些的，这下就有点麻烦了。其实编辑长今天约我见面，是要把五哥线的详细资料交给我，这样我才好构思具体的画面内容。阿贝多，你在来到漆之前难道并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吗？我只知道五哥线的名字，因为五哥线的年代久远，流传至今的内容很少，所以编辑长决定再帮我搜集一些资料。我是只要有灵感就能画得很快的类型，所以就同意他今天再把汇总的内容给我。这些画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呀？按计划，画像会在祭典几个阶段逐一披露。第一幅翠光像要在后天融彩祭正式开幕前完成。后天？那时间岂不是非常紧张了？其实还好，给新小说画插图的时候，因为稿件要在海上运输，状况往往要惊险得多。上个月为了赶上陈秋实践录最新卷在融彩祭首发，最后一张的插图是我在拿到书稿当天画好的，听说插图一抵达到期就立刻送去印刷了。我至今都不知道那幅图印出来的效果如何。真不知道是该同情你的创作环境，还是该夸你是个天才。当然可能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尽早得到资料，这样准备也会更加充分。对哦，这几天八重堂的编辑们都会在远国监寺附近，阿贝多编辑长说不定也在那边，我们这就带你过去找他。也好，可莉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睡了，就先留在万国商会我们住的地方休息，我们过会儿就回来。嗯，可莉知道了。阿贝多哥哥你放心吧，可莉会听话的。真是的，这种时候小野寺竟然还因为放假了联系不上。我等会儿先和黑田回到西城紧急加印吧，但这本书的需求量太大了，紧急加印也不一定够。不过今天发现状况也算不幸中的万幸，要是再晚几天可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哎，你们说仓库里那个可疑的家伙，事情会是他干的吗？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，编辑长才到那边去了。打扰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吗？哦，是旅行者，你们不用在意，是我们内部的一些情况。几位有事吗？我想找平山编辑长，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编辑长现在到港口的仓库。春田，你先等一下。请问您该不会就是应邀绘制五哥仙画像的白鳄老师吧？正是我。毕竟黑田，你应该是想问五哥仙资料的事吧？啊，非常抱歉，还请您在万国商会稍事休息，我马上就联系编辑长把资料送到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们看起来都很忙，我们自己去找他也行。这个嘛。请问，是不是陈秋实践录的最新卷出了什么问题？啊，这，您怎么会知道的？你们都清楚编辑长要给我送资料，看来编辑长并不是把这件事忘了，而是有了突发状况。可你们明知我是白鳄，却不愿意让我直接去找编辑长。想来想去，只可能是我负责插图的陈秋实践录出了什么事，所以你们本能的想瞒住我。这，哎，实在惭愧，事情确实像您说的那样。白鳄老师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今天早些时候，有人在港口的融彩祭货仓里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外国人，于是就叫来了天领奉行。天领奉行担心货物有失窃风险，就联络了所有租用仓库的人，结果就发现放在那的陈秋实践录新刊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书丢了？嘘，小声一点。这批书不仅会在融彩祭最后一阶段压轴首发，
而且作者展玉老师也会莅临发售会。嗯，因为情况严峻，所以编辑长就马上赶去了仓库，判断失窃事件是否和那个外国人有关。原来如此，陈秋实践录如果不能按期发售就太遗憾了，而且对展玉老师也很不公平。编辑长是去港口的仓库了吧？我过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。说起来，陈秋实践录的作者展玉不就是行秋吗？哦，难道你们认识他？行秋要是知道自己的书不见了，一定会很难过吧？我们也跟阿贝多一起去吧。荒谷和黑田回到基城安排陈秋实践录的家印了，我会暂时在这里待命。当然，还是希望那些书能赶快找到，可不要真变成最差的情况啊。请各位游客注意安全。天岭奉行执行公务，我当然会在这里。不，沙罗，我不是说你啦。卖唱的，仓库里那个可疑的外国人该不会就是你吧？不好意思，从结果来看确实是我了。嫌疑人，我应该告诉过你，在你的盗窃与偷渡嫌疑查清前，请不要随意开口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认识这个自称吟游诗人的蒙德人？沙罗，凭我们对他的了解，盗窃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。不过，偷渡又是怎么回事啦？他虽然自称是荣采记的嘉宾，但是却拿不出邀请函。我们因此怀疑他是偷渡入境的。毕竟刚才是在远航之风装蒲公英酒的货箱里发现他的。如果有利于查清事件的话，请吧。温迪，你该不会真是偷渡来的吧？哇，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，结果刚一重逢就被你们用这种怀疑的目光打量。哎，之前听说你们也是用差不多的办法抵达到期的，还以为我们可以彼此理解呢。差不多的办法？开个玩笑，放心吧，发给我邀请函的是摄奉行的审理灵人，能知道这些的人不太可能是偷渡客吧。可你为什么没和吟游诗人们坐一艘船呢？那当然是因为我接到邀请函后想要早点来到期了，这时候刚好碰上一艘运送蒲公英酒的货船，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出发了。船长和我很投缘，一路上请我喝了不少好酒。我大概就是在仔细比对蒲公英酒和稻妻酒的口感差别时，躺在货箱里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，就在这个仓库里了。而这位天岭奉行的大将，正虎视眈眈地从箱子上方瞪我呢。虽然整件事从温迪嘴里说出来，可信度还挺高，但感觉实在是有点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是施主八重堂的人，有些事想问你。按照你刚才说的，你一直待在这个仓库里，既然这样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响动？这么说来，我确实隐约听到过身边有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不过我并不觉得那些声音有什么异常。明明有声音，怎么还不觉得异常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阿贝多，你明白了什么吗？
提起窃贼，一般都会联想到敲开门锁或者东翻西找吧。刚才温迪的意思是，他没有听到这种明显不自然的声音。至于脚步声，因为这里是仓库，每天都有大量货物进出，会有人在这里走动也是很正常的。可这样一来，丢书的事不就等于毫无头绪吗？不，并不是这样。基于刚才那些事实，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。第一，带走书的并不是一时起意的窃贼，一开始就是针对那些书来的。第二，对方对仓库非常熟悉，甚至持有钥匙。第三，不愧是你，书这么沉，一个人无法在短时间内运走，必定是合伙作案，而温迪明显不符合犯人的特征。嗯，我认同你们刚才这些推断。平山编辑长，天岭奉行后续会着重调查仓库相关人员，如果你有什么线索，也请及时告知我们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明白了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那我也可以走了吧？站住！虽然排除了盗窃嫌疑，但你是否合法来到盗期，这件事还没有定论。哎呀呀，真可惜，还以为刚才那样就能蒙混过关了呢。毕竟沙罗可是很严格的。温迪，你的邀请函呢？抱歉，暂时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。明明是这么重要的东西。正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之前一直把它拿在手上，因为我没有带行李，邀请函的大小口袋也放不下。奇怪，虽说之前喝的有点多，可我总觉得应该是把它好好的收起来了。当时我还对想出了这个主意的自己相当满意呢。既然你之前一直把邀请函拿在手上，为什么又要把它收起来啊？因为我在认真比对蒙德酒和道奇酒的口感嘛，所以要每只手各拿一个杯子，这样不就没办法再拿着邀请函了吗？可如果把邀请函随便放在哪里，又可能会忘掉。这么看来，就只有那里了呢。你应该也想到了吧？不会吧，你们两个都知道邀请函放在哪儿了吗？怎么可能嘛，披风根本就没有收纳物品的空间。不过这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温迪，下次你可以改造一下披风试试。经常有人说披风这种东西除了好看之外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这么一来对它的诟病就能减少了吧。对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不愧是你。这确实是由摄奉行发出的邀请函，现在关于这位客人的身份我已经没有疑问了。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还是请您到万国商会下榻为好。各位，我先失陪了。沙罗走了，我们去找平山编辑长要资料吧。平山编辑长，我是今天约定与你见面的白鄂。哦，原来您就是白鄂老师，非常抱歉，您刚到达道期就碰到这样的事。这是给您的五哥仙资料，我们能找到的信息都记录在上面了。让我看看。哦，果然和我之前猜测的一样，翠光、魁之翁这些名字并不是五哥仙的真名，
虽然世间曾流传过许多内容各异的五歌仙故事，但时至今日，这些故事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，啊，真是可惜。不过至少还能知道，五歌仙故事大多遵从相似的格式写成，也算有些收获。阿贝多，这些信息对画画也有帮助吗？的确能提供思路，不过我也承认，最重要的灵感现在还是欠缺了一些东西。非常抱歉，这些资料的确不够详尽，但目前已经无法找到更多内容了。不过八重大人说，五歌仙的传说千变万化，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所以您也只需遵从自己的内心来创作您认为有趣的内容就好。这还真像是神子会说的话。编辑长不用担心，画的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吧。谢谢，那就交给白鹅老师了。另外各位，最后有一件事想拜托大家，明天早上陈秋时间录的作者枕玉老师会乘船到达到期，各位如果见到他，请暂时不要提起新书失窃一事。不管这批书最终能否找回，八重堂都会想办法保证新刊发售会顺利举行。非常感谢，那我也告辞了。看来现在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温迪，你跑到那边去干什么？我们要丢下你不管了。旅行者阿贝多，能过来一下吗？这里有件有意思的东西要给你们看看。温迪，这张纸是什么？早上我在仓库里醒来时，看到它就掉在我睡觉的货箱里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以为它就是之前掉进箱子里的一张废纸，草草看了一眼后就把它塞在了这附近。不过现在我觉得这张纸上的内容你们也应该读读看。让我看看，翠光篇。等等，翠光不是五歌仙之一的名字吗？这首诗的故事大概是说，歌仙翠光因为喝醉酒，所以不小心被人从身边偷走了应该交给将军的诗。嗯，总感觉这个情节最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根本不是在哪儿听过，这和你昨天的经历也太像了吧。所以你不觉得它很有意思吗？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留下这张纸的如果不是犯人，就是当时目击了整个过程的人。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尤其是如果对方是目击者，当时为什么不对盗窃行为加以制止呢？好了好了，现在就不要想这么多了。大家好不容易在到期相遇，又从一大早开始忙活了这么久，不如现在就一起找个地方好好喝一杯吧。喂，你明明才刚清醒不久就又要去喝嘛。再说阿贝多还要创作呢，可没时间陪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。不，没关系，我们这就一起去喝一杯吧，我来请客。等等，你不用画画了吗？我之前告诉过你们吧，我是只要有灵感就能画得很快的类型。现在最重要的灵感已经找到了，而且要把模特画进作品里也需要支付给对方相应的报酬才行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来点好吃的下酒菜吧。一年，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，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，岂料葵之翁所著诗章中竟有一页被人撕去，翠光因而受到盘结。翠光俯首饮酒，禀明其昨夜曾于酒肆中豪饮，酒酣恍惚中自有身影凄静，
贝多，果然赶在荣采祭开幕前就画好了第一幅。真不错，不仅很有道漆风格，也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，尤其是画布上的我，即使在熟睡也看起来非常风度翩翩。喂，卖唱的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，你只是当模特而已，画上这个人可并不是你。阿贝多，接下来你要画什么？下一张就是五歌仙之中的葵之翁了。阿贝多，这幅画稍等一阵再画怎么样？你们之后说不定还会见到类似的东西呢。类似的东西？应该是指其他写着五歌仙故事的纸片，因为资料上说流传的五歌仙故事一共有四篇，但现在出现的却只有一篇。你们觉得那个留下纸张的神秘人还会再出现？的确有这种可能性，而且五歌仙故事本身也有一些令我在意的东西，比如资料里说虽然有五位歌仙，但曾经流传的故事却都是四篇一个系列，似乎所有的故事里都没有黑主的独立篇章。你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也有些好奇，不过蒙德有句古话，风带来故事的种子，时间使其发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慢慢等待吧。真巧，我正在想去哪里才能找到你，你就出现了。嗯，是的，我觉得可莉好像很想念你。好了，虽然我也很想和你坐下来聊聊，但这次主要是为了可莉。我带可莉登岛之前给她讲了不少关于稻妻的故事，让她对稻妻的风土人情非常期待。不过我这次来稻妻除了五个仙画像之外还有其他事要办，这两天暂时没有空陪他出去玩。稻妻毕竟不是蒙德，事情办完前我不能让可莉一个人到处跑，只能委屈他在万国商会待着。虽然我没听到他抱怨，但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寂寞。幸好现在还有你和派蒙，所以。哇，如意骑士哥哥来了。荣誉骑士哥哥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是要一起出去玩吗？对，但是阿贝多哥哥很忙，我不能走太远，要不阿贝多哥哥会担心的。可莉真是个贴心的好孩子。哼，我哪里不贴心了？每次有好吃的史莱姆，我可是都有想着你的。这还差不多嘛。话说回来，既然来到了让可莉这么期待的地方还不能出去玩的话，也太残忍了。对对，就让万能的旅行者和可靠的派蒙带可莉游历到期吧。可莉，你想跟荣誉骑士哥哥一起出去玩吗？当然想。可莉毕竟是我们的火花骑士，你要保护好她。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让可莉遇上麻烦，比如说如果稻妻的某个山头少了一角，又或者城里发生了爆炸，可莉说不定就会遇上麻烦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阿贝多哥哥，我会带好玩的东西回来给你的。嗯，我很期待。稻妻有好多有意思的地方，
料亭啦、神社啦，都很有特色。可莉想去哪里呢？嗯，料亭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卖食物和饮品的地方，大概和蒙德的猎鹿人餐馆一样。餐馆，好耶，有点心可以吃。明白，那我们走吧，向着有好吃点心的地方出发。可莉就拜托你们了。我听说荣采祭期间，无论离岛还是道七城都严禁烟火，你们可要看好他。可莉已经跑远了，去追上他吧。有奖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。是兽骨拉面。哦，那个盘子里装的黄黄红红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吗？那个是串串三味啦。那这个黄色的小蛋糕呢？这是鸟蛋烧啊，很好吃的，你没吃过吗？哇，兽骨拉面、串串三味、鸟蛋烧，听起来好好吃。那当然，我看得出来你是外国来的，没吃过这些。我可以用零花钱请你吃一份鸟蛋烧，让你尝尝我们到期的好东西。真的吗？但是秦团长说过我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。而且那些都是你的零花钱吧，总感觉花小孩子的零花钱不太好。我认识你，你是萧公姐姐的朋友，但是你会做鸟蛋烧吗？对他来说，这种事不过是小菜一碟。你就给可莉和严夫都做一份鸟蛋烧吧。真的吗？好感动，你也成长了呀。那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鸟蛋烧啦。哥哥，你真的会做鸟蛋烧吗？要是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信心，去志村看兵卫爷爷的店里买也行，我不会嘲笑你的。要是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信心，去志村看兵卫爷爷的店里买也行，我不会嘲笑你的。小川，我来尝尝吗？容易提示哥哥，鸟蛋烧是什么味道的？哇，真的做出来了，大哥哥真厉害。甜甜的，好好吃。真香，旅行者是最厉害的人。虽然鸟蛋烧很好吃，但我还是觉得萧公姐姐厉害一点。萧公姐姐是谁呀？她也会做鸟蛋烧吗？萧公姐姐什么都会，她会讲故事、养金鱼、放烟花，还会分我们糖吃。萧公姐姐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好的人。在可莉心中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好的人。可莉认识的好人还有很多很多，有阿贝多哥哥、荣誉骑士哥哥、秦团长、卡亚哥哥。可莉该不会要把大家都数一遍吧？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些人，但没关系，
我可以把萧公姐姐介绍给你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找她玩。平常祭典的时候，萧公姐姐总是忙得找不到人，但这次祭典她不忙，可以跟我们玩。不过这几天她好像不是很有精神，你来了，说不定萧公姐姐就会开心起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找萧公姐姐玩。好吧，我来找她吧。萧公姐姐，不要难过了，我讲开心的事情给你听。昨天我跟那个长角的大哥哥斗虫，三局我全赢了。能赢一斗很不容易啊，松坂，你是好样的。萧公姐姐，虽然荣彩祭上不可以放烟花，但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嗯，谢谢你们，只是这几天城内尽燃烟花而已，其实我也没那么不开心了。萧公姐姐，我来了。我给你介绍新朋友，这是我遇到的外国女孩子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可丽，我叫可丽。可丽，你好呀，我是萧公，是这家长野园烟花店的店长。嗯，你好。你的帽子和衣服都好可爱呀，上面的纹样好特别。嘿，还有这个背包，哦，做工好精致。那是四叶草，妈妈和秦团长都说过，四叶草能带来幸运。这样吗？了不起，说不定大家都会喜欢的。还有你背包上的这个小精灵，也好可爱呀。那个是嘟嘟可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起去星落湖炸鱼。哦，是叫嘟嘟可吗？这个名字也好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没错，每个嘟嘟可出生之后就会乘着风出去冒险，这是妈妈告诉我的。乘着风出去冒险吗？可丽的妈妈好浪漫呀。对，妈妈是最厉害最好的人。萧公姐姐，严夫说的没错，你也是很厉害很好的人。我也感觉和可丽很合拍哦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。这两个人一下就聊起来了，真是让人欣慰。嗯，既然可丽这么喜欢四叶草，我来做一个四叶草形状的烟花放给可丽看。嗯嗯，放完烟花我们还可以和嘟嘟可一起去炸鱼。等一下，炸鱼？不行呀，阿贝多特别嘱咐过我们的。我开心的忘乎所以，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射凤行的人特别叮嘱过我，荣彩祭期间到期全境禁止燃放烟花。不可以了吗？好吧。不对不对，认识新朋友是开心的事情，怎么突然又难过起来了？是呀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一起做的事情。对对对，而且刚才彩香也说了，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怎么样呢，可丽？说不定在荣彩祭上也能玩得很开心哦。好，可丽要去。我还是不明白萧公姐姐为什么不开心。笨蛋严夫，萧公姐姐之所以不开心，是因为她不能在荣彩祭上给大家放烟花。到了到了，这里就是荣彩祭的会场了，有各种各样的摊位啊，怎么样，看起来就很有趣吧。排队请来这里。
缕吹向金发武士的死亡之风，好长的名字，是没看过的新书哎。作者草荣一庆。萧公姐姐，这个名字好奇怪哦。什么草荣一庆，应该念毛气一庆。这是本人的名字，一帮人喧哗旅是本人的系列新作，这本吹向金发武士的死亡之风是系列的第一部。这个一帮人吹的故事里面会有好朋友吗？海亚哥哥说好的故事里主角都会有一个好朋友。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，那种俗套剧情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。充满了背叛与血泪的孤独而又没有尽头的执着武士的求道之路，这才是值得被书写的故事。这样吗？我感觉这个故事可能不大适合可莉，我们先去别处看看哈。哎，小姐别走啊，真的不拿一本看看吗？ 我可以给你打六折。是那个字念作弹哦。可莉，你看过这本小说吗？没有看过，不过我知道菲西尔姐姐的事。菲西尔姐姐总是和奥兹在一起，冒险家协会的大家都知道，就像我总是和嘟嘟可在一起。嘟嘟可现在会不会觉得无聊呢？可莉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荣采记上有这么多易燃的刊物，确实非得小心火烛不可。哎呀，好像来逛荣采记也没法让萧公和可莉开心起来。但就算不能放烟花，不能炸鱼，一定还有其他能和嘟嘟可一起做的事。比如，你的意思是？对啊，荣采记就是一个展示作品的场合，干脆像参展的大家一样，把嘟嘟可的故事展示出来。没错没错，这个主意怎么样？阿贝多哥哥教过我画画，我知道怎么把嘟嘟可在到期的事画出来。很有想象力嘛，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最后我们还可以把画好的故事也拿到荣采记上展示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嘟嘟可一定会开心的。很好，那么可莉，我家店里有纸笔还有颜料，我们一起去店里把故事画出来吧。好耶，我们走我们走。刚刚我和可莉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这个故事的内容要先对你们保密。你就先别问为什么啦，最后你会明白的。我们在店里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去荣采记上逛逛，过一会儿再来找我们好了。小公姐姐，我们快进去画画吧。我还以为能大家一起画呢，不甘心。嘿嘿，我想到办法了，走，我们绕到窗户边去看看。嘟嘟可到期来之后会做些什么事情呢？
嘟嘟可回去吃好吃的串串三味、瘦骨拉面，还有鸟蛋烧。哦，听起来真不错，这就是可丽塞画的内容吗？画得真好啊！画好之后，我们就拿去印刷吧，印上好多好多本，拿到融彩季上分发。不过印刷会要很多摩拉吧，得看看我平时存着的钱够不够。小公姐姐，可丽有摩拉，看。50摩拉不够吧？实在不够的话，就去找旅行者帮忙，想想办法吧。荣誉骑士哥哥也很辛苦的，可丽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，所以还是让可丽去炸鱼装摩拉吧。炸鱼不行吧？派蒙和旅行者提醒过我们的。啊，那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去找阿贝多哥哥了。阿贝多哥哥是谁呢？阿贝多哥哥是我的哥哥，他非常非常聪明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到，而且他还会画画，他会画秋秋人、凯亚哥哥，还有嘟嘟可。他这次来到期就是给大家画画的。哦，那我猜可丽的阿贝多哥哥应该是和八重堂有合作的画师。画师？画画的老师？啊，原来阿贝多哥哥不仅是砂糖姐姐的老师，还是画画的老师。小孔姐姐，我给你看，阿贝多哥哥教过我，嘟嘟可的颜色可以这样涂。真的很像哎。那我来画这边的街道，可丽来给嘟嘟可涂颜色吧。这里还可以配上字，说明画的内容。那就这样写。后面就听不清了。嘟嘟可在到期玩得真开心啊。这两个人好像真的和嘟嘟可出去玩了一样，高兴得不得了呢。接下来就该把嘟嘟可的故事印刷出来了，我们去委托八重堂吧。八重堂了。八重堂的人，有了，荒谷阿姨，荒谷阿姨我认识。阿姨？谁叫我阿姨？是白鹤老师带着的那个小妹妹啊。小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荒谷阿姨，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把嘟嘟可的故事印出来给大家看呢？嘟嘟可，难道说小妹妹也在写小说？这是你故事的主人公吗？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嘟嘟可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位就是嘟嘟可。听不明白了，还是由我们来和欢谷解释吧。原来如此，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们达成愿望，但是非常抱歉，荣彩季个人作品的印刷委托现在已经过了截止日期了。阿姨是说嘟嘟可不能和大家见面了吗？对不起小妹妹。哎，可丽你别难过，还有我和旅行者呢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那个荒谷小姐，这本书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我们可以加摩拉，如果你们印刷缺人手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萧公小姐，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不过这件事没办法那么简单解决，因为这次我们帮忙印刷个人作品，许多书的印刷已经滞后了，最近印刷厂也正在赶工，这个时候实在是插不上单。怎么办？好像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不，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我记得小时候老爹有一次说要带我去祭典，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忘记了。我等啊等啊，
一直在想老爹什么时候才能带我出门，一直等到参加祭典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。那天晚上我哭得非常伤心，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那时候我有多难过。我不想让可丽也感受到这些，既然没有办法印刷，那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努力。我会自己画，在这几天里能画几本就画几本，然后把它们带到荣彩记上。哎呀呀，萧公这股倔强劲儿我还真是挺喜欢的呢。是神子还有阿贝多，具体的情况我们都听到了。很抱歉八重大人。我知道你也是按规矩办事，况且现在我们的印刷进度确实不乐观，不过八重堂可是要带给人梦想和快乐的，如果连可爱女孩子的心愿都满足不了就太说不过去了。让我想想，有了，萧公小妹妹，你们想要印刷自己的作品也可以，只不过需要付出一些代价，可以吗？公司大人，代价什么的我有心理准备，您直说吧。哎呀呀，哪有这么恐怖，不要说的我好像是个老妖婆一样嘛。我的意思是现在想要印刷恐怕只剩下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跟其他印刷物拼版，不过因为版面上只剩下边角的空间，这本书的开本是放不下的，至少要缩到现在的一半，这样的牺牲你们可以接受吗？可丽，公司大人说如果我们的书缩小一半就能印出来，你愿意吗？可丽愿意。谢谢公司大人大姐姐。这孩子真可爱，那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荒谷，一定要赶上今天晚上那批。八重大人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拼版这个办法虽说可行，但还是会给印厂那边增加很多麻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就把帮这个小小的忙当成是送给小可丽的见面礼吧。而且八重堂的下一批合作插画还要麻烦你呢，白鹤老师，你把这当作我的投资也可以哦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妹，先走一步了。耶，事件完美解决，接下来就等八重堂的好消息吧。萧公小姐，旅行者，没想到这段时间你们陪可丽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，谢谢你们。这没什么啦。我明白，毕竟可丽是我最重要的家人。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啦，是嘟嘟可和我，和我，还有你们一起经历的故事。是我第一次被印在书上吧？哇，我要出名了！
呆萌一起画上去的，这是嘟嘟可和我们大家一起的快乐经历啊。是我和萧公姐姐一起送给荣誉骑士哥哥的故事。八重大人让我转告二位，这本书因为是拼版印刷，所以印量要比你们想象中大。我们可以不收印刷费，不过剩下的书会作为拼版那本书的赠品，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哎，这种事真的可以吗？即使我们愿意，那本书的作者也……其实，一起印刷的那本书叫做《提瓦特游览指南》。哦，是妈妈的书。可莉的妈妈原来还会写书呀。可莉的母亲爱丽丝女士是提瓦特知名的冒险家，她创作的《提瓦特游览指南》现在就正要推出最新的到期篇。八重大人把宣传语都想好了，提瓦特最著名冒险家母女联袂登场，一定会大卖。哼，我就知道玄子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真像是八重大人的风格，不过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嗯，可莉也很开心，和妈妈的书摆在一起，就好像是可莉和妈妈一起冒险了一样。这次能来荣彩记真是太好了。